礼表演者刘春山、刘哲，掌声有请。谢谢。刚才是马晓胜跟关晓彤俩人说了一段。刘晓彤。对，刘晓彤第一次来城市演出。昨天算他的首场秀，没错，然后今天算第二场。昨天没有来的观众他介绍过吗？他是谁徒弟？曹鹤阳。对，他师傅叫曹鹤阳老四。哎，他师娘叫烧饼。对，这师娘是烧饼，这不就是这个搭档如夫妻吗？对，都那么说。咱俩也像两口子一样。也两口子。唯一的遗憾什么？搭档快两年了，没给我生个孩子。这肚子一直就那么大，就下不去。这是刘哲，很多人都熟悉，文称哲叔，对吧？后台大辈儿还行。我们哥俩算一个辈分。对，我叫刘春山。来德云社呢，大概也有两年左右了吧。有了。但是一直说相声。跟这个他们原来在一块儿，从小一块儿学艺。对。长着长着呢，我就在天津留住了。是他呢，一直在北京。没错。他师傅是谁？好多人不知道。王双福先生。对，我们呢算一个祖宗下边的分支。叔白叔弟。对，没错。那我师傅范振钰先生。范爷。再往上范德贵，再往上叫马三立。对，他师爷呢雷秀全。雷秀坤。雷小坤。再往上马三立。一边下边。我们这里讲究辈分。没错。你看刚才那个刘晓彤。刘晓彤35了。就比我小一岁，倍儿小啊。对吧？别看35岁，比你小一岁，就小一岁，比你小2岁。你论着孙子辈儿，孙子，你看我那大孙子。今天我跟孙子在那一个舞台上演出啊，汹涌澎湃的。您待会儿汹涌澎湃，您先把手撂下，您待会儿汹涌澎湃。刚那话怎么说的？怎么了？这跟谁在台上表演？跟孙子站在一个舞台上表演。跟孙子站在一个舞台上表演啊！我坐的不是说你是孙子，我恨我说这个刘晓彤是我的孙子。说孙子辈分，别拍我。就是他的辈分小啊，在后边管他俩叫什么爷爷。没事吧？那边我反应快了，单子比我快，我也是嘴欠。讲究辈分。他师爷呢，各位都知道，那就是郭德纲先生。郭老师。郭德纲是我们班主。没错。总条袜子，对吧？什么黑话呢？班主嘛，当头的，打小我们在一块儿。那时候都在天津。小学校嘛，小学生，我是3年级跟4年级，差1岁嘛。大一届。参加的相声兴趣班。一块说相声。那时都很天真。个儿都不高。是。当然了，他现在个儿也不高，是吧？那是自然灾害。那是两个天真的孩子互相鼓劲儿，互相加油。对，面对面站着多好，咱们一起努力。一起成长起来。一起成为中国最好的相声演员。不错，说得挺好。多遗憾呢。遗憾这么多年过去，每个人只做到一半。不，这话怎么说呢？郭德纲是成为中国最好的相声演员了。那您呢？我成长起来了。他还这样。别看个儿不高，水平高，是能耐大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没错，而且还是相声教育家，收了那么多好徒弟，好徒孙，对吧？而且亲自在德云社担任 CEO 的职务，确实不好。郭德纲老师，兢兢业业，待会儿兢兢业业，担任什么 CEO？ 说错，没错，错，没错 ，CEO，CEO， 别喊，错了，我身高。不是，从老师 CEO， 你是德云社的吗？我怎么不是？白来这么多年了，快20年了。德云社的 CEO 是郭德纲吗？不是，观众都知道是谁。谁呀？听听，告诉他，听见，听见了吗？刚派，就是刚派，那是谁？刚派啊，刚派，郭德纲的太太。郭德纲的太太叫刚派啊，他一句话，我们嫂子们改这个。你说那铁肚脐治痔疮的刚派？不说刚派，简称刚，郭德纲太，郭夫人，郭夫人，郭夫人，我们嫂子，那是我们 CEO， 首席执行官，
搁到咱传统企业叫法人代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咱们队伍很大呀。那可不，还有首席运营官，COO。嗯，烧饼烧饼，看传宗了是吧？我遇多了呢，真正管事儿的还是人家栾云平。哎，我们这确实机构很完整。嗯，首席财务官叫什么？嗯，我不知道吧。CFO 这个就叫 CFO， 哎，什么都有。嗯，是，就是郭德纲吧，就在我们的 CEO。没听说过哪有 CEO 的，我给你加深印象。可以，给你写出来。哦，写一下，看好了。C， U， O， 啊，这是思我所。我还不反派呢。也对，也对，也对。郭德纲是我们这儿首席落地官。还是那句话，个儿不高，水平高，咱得服人家，接地气，咱叫师哥，不是白叫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人家确实比我们年头长，对，学得多，练得多，嗯，带了那么多好徒弟，现在云鹤九霄都成长起来了，可不，龙子科马上也就快正式成立了，哎，即将茁壮，已经有不少保送的了，都知道吧？对对对。大师哥是谁？哪位？欧阳龙溪，对吧？欧阳龙溪，欧弟，欧弟，去年我也总答一卦呢，我说那个大师哥叫玉龙刚，完了这卦使不了，这还演不了呢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喜剧人郭老师官宣了，啊对，龙子科大师兄欧阳龙溪，哦，哎，玉龙刚是二师哥，哎，这个非得有一玉龙刚是吗？这样龙子科人多呀，对，你这样龙子科是人多了，那云字又少一个。你们让那么多干嘛呀？本来就是你这现在凑十三太保多功利，少一个嘛，改十二生肖了。你是十二生肖啊？你属什么呢？我属龙，什么龙？孔云龙，孔老龙。孔老龙，你属什么？我属烧饼的。也热呀。十二生肖，十三太保也好，郭老师徒弟很多，确实不少，都是好说相声。嗯，说相声不容易，跟您说啊，那可为什么不好说？尤其圆子不好说。对，为什么呢？观众年龄层次、文化水平，哦，参差不一。您说这我同意。什么人都有啊，那可不。大学教授在家待着，哎呦，今儿没事干，怎么样？课题研究完了，哦，干点什么呢？嗯，嘴馋了，来点大葱蘸酱。哦，也吃这红蘸酱，咔咔吃完了，也，时间富裕，听场相声去。哦，听相声来了。来圆子，嗯，门口那个老太太，嗯，买完带鱼，拾掇完了，哟，快几点半了？嗯，我听相声去。嗯，来圆子，哦，也来了。那个市场卖虾酱的，是，卖完虾酱没换衣服，哟，七点了，听相声去。来圆子，嗯，什么人都有，哦，所以圆子不好说。好不好说我不知道，嗯，反正够味儿的，味儿是。完了，又大葱蘸酱，又虾酱，就是什么人都有，啊，所以要求这个演员啊，不光是说学逗唱这样的精通，那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样就是脑子得快。太对，台上总有突发情况啊，那太多了，观众拉茬了，啊，出现哪儿暖壶哐当掉地摔了，是，你才反应过来吗？对，脑子得快，没错。说相声谁脑子最快？哪位？本德云社来说啊，嗯，我认为还是郭德纲。哎，脑子快。对，据说他的脑子相当于一部计算机，这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输入什么再输出，那就是答案，就这么快，运算能力快，那可不。还有谁脑子好？哪位？于谦，谦儿哥，哎，就是相声皇后，知道吧？啊，相声皇后，看成那个，哎，对对，他脑子好，我他也好。其实他脑子相当于一部复印机，那这怎么讲呢？输入什么再输出，一个字不差。哦，复述能力强，就这么强。还谁脑子好？我们这刘哲老师。他脑子也好，哎，他脑子相当于一部豆浆机，听说你说什么来说出就是酱子，里面全是酱的腐蚀，液体，还液体，我也牛，谁豆浆机？你豆浆，你豆浆机啊？你别利己，你拖拉机，你手扶拖拉机，你嘟，我哪儿有讨厌呢？这脑子不行就是不行，谁不行？我们都属于最强大脑，你属于最弱大脑。我还最弱大脑？我告诉您，今儿您也别抬这杠。嗯，咱当着大伙的面，您考考我。我考你。对，肉太厚，考不透。那，你这烤肉啊？烤什么呀？出题考一考。出题呀、啊？哎，出个谜考考你行吗？行啊。谜语大伙喜闻乐见。就。尤其刚过完正月十五啊，对吧？灯节都猜灯谜。对，猜灯谜。我就出个谜语。哎，对。你喜欢什么文艺形式啊？那很多呀，你比如说歌曲，行，就歌曲就行啊。我跟你说，猜歌名的谜语行吗？
嘿，我这哥们儿，来听我歌吗？听我歌吗？从小听到大，最爱听歌。KTV 小王子，中华小曲库。也没说低什么低，确实唱得好。你知道怎么唱？唱什么歌吗？谁让我是一个舞女？我就爱听你唱那歌，确实唱歌唱得好。就出歌名了，出一歌名了，随便出一个。各位要猜着，别告诉他啊，别给提醒，能考他智商。不用提醒，听这个啊，没问题。说，高尚的、纯粹的、脱离低级趣味的。猜吧，猜一首歌，什么玩意儿？猜一歌，没听明白，这智商太低了，这个没有。猜中华小曲库，不是中华小曲库，您刚才说的什么玩意儿？高尚的、纯粹的、脱离低级趣味的，猜一歌名。啊，这是谜面，这猜一歌名，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好了，这智商还是不高。我公布答案，你教教你啊。听好，说高尚的、纯粹的。脱离低级趣味的，猜一歌名儿。这是像我这样的人。谢谢。像你这样的有这歌没有？有有没有？呸！什么礼节？臭不要！还什么礼节？这是没有礼，脆你这！有没有这歌？咱东北小伙毛不易创作的？有这。火遍大江南北，是火遍大。猜不着。我告诉你，这歌猜不着，它不能赖我。那赖谁？这歌我听的少，这都现在的新歌。我这说岁数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这老歌我听得多。就是你年轻时代那歌都记得住。对。现在新歌啊，脑子已经不行了，记不住是吧？记不住，听着没事。我给你说一个你年轻时火的歌。我年轻时候火的歌，绝对是你年轻时候。可以听这个啊。说你进女厕所啊，来耍流氓，这什么有这歌吗？废话，我进女厕所干嘛？这没说你诚心进去，没说你道德败坏。公厕这边男厕，这边女厕，你那尿憋的，走错了进去了啊，无意中进了女厕所了。妈，我不认字儿，这个。你进女厕所猜一首歌，我进女厕所，知道不知道？怎么不知道？完了，智商不行，不行啊你啊！我说不行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答案绝对合理，还合理？你各位姑娘都听着，准合理。行，说你进女厕所，那这是姐姐妹妹站起来，可以鼓掌，可以鼓掌，可以鼓掌。下一首就是姐姐妹妹挠死你，不对。肯定得挠死我！你臭流氓吗？你废话，你那个进去，人家不站起来 啊！你进来，人家蹲着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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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的吗？没有客气。对你进错了，人家回头就反着点嘛。不行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，这道题不能算。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坏，再说一个更合理啊！更合理，听着合理，一会儿才鼓掌啊！行，听着，来说，猪知道吧？这动物，这不知道。说猪屁股上挂着两滴水儿，猜一首歌名。猪屁股上挂着两滴水，也是你年轻时流行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个我就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说猪屁股上挂着两滴水，这是流着泪的你的脸啊。你哎，就这么多人，二三百观众的，你那猪屁股上两滴流着泪的你的脸，你问问大伙儿。漂亮的猪屁股吗？像不像？像。群众的呼声。什么群众的呼声？我恨谜语你不行啊！你这叫谜语，考你智商，你这为什么答不上来？你这样吧，咱别出这种什么谜语啊、歌这类啊，来个小智力题行吗？哎，智力题可以。这你要答上来，你算是面子。哎，说你智商高。对，我答不上来，证明你脑子还是不行。就我没问题。行，随便出道题啊。各位朋友，我托付一下。托付。哪位听过这道题，或者哪个当时猜出答案，千万别给他提醒。哦，真就考他。我别说。啊，行。听着啊。说什么东西有104条腿，还寸步难行？就这破题还考我呢？什么破题？不是，怎么你猜得上来吗？蜈蚣，对啊，我理解你思路。哎，蜈蚣腿多，没错。可我有后半句，寸步难行。死蜈蚣，谁问你活的死？哎，我问你，
蜈蚣腿是104条，你数过吗？那谁数过？你蜇死你！104条腿，一条不多，一条不少，就这么精确，就这么准确。那当然了，那我不知道。完了完了，智商还是低。不，我可以告诉你答案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说答案啊。您要是听着合理啊，鼓鼓掌不是鼓励我啊。那怎么着？用掌声讽刺这位就不是自己笨，啊，讽刺这位豆浆机。可以吗？什么东西有104条腿还寸步难行？这是一个4条腿的大衣柜，里边挂着50条兔子。给你有声的讽刺，你凑腿来了你？你想过这？我说的就是。哎，一条不多，一条不少。来来，这今天，这今天不行吧？师哥，就这题，我出一个，你也猜不上。不可能，我智商比你高多了。哎、高度高哪？我出一道题，你敢猜吗？你敢说，我就敢猜。行，你听题啊，来吧。说什么东西能吃、能喝又能做？猜着了。说。脑劲儿快。什么？米粥。粥，哎，米粥啊，想好了，能吃吗？能吃，嗯，拿有米粒吧，啊，拿筷子扒拉出来，能吃。哦，那能喝？汤汤水水端来能喝。哦，能做啊，米粥，哎，放屁，你整容去了？你整容整后边废话，刚才那猪屁股上两滴水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咱俩在那倒立说相声是怎么着？就是这不知道不知道，就不知道这太死板了。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，教教但我也有个先决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只要我说出这答案合理，大伙儿也鼓鼓掌，那不是鼓励我，也含着含着你。你先说，那我们听合理不合理？你说的好，我带头给你鼓掌。可以，来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？这是什么？面包、牛奶和沙发。我看谁敢再鼓掌？你敢听吗？来，今天是干一件的上工，看这么多老汤。3样，啊，对呀，我也没说一样啊。一个谜语3样答案。对了，许你那个凑腿就许我这3样。好，罢了。我算你狠。嘿嘿，你跟我玩这个。对的。我算你罢了。哎。我算你罢了。对的。我算你罢了。对的。我算你罢了。我是你爷爷。占便宜。废话，谁占谁便宜？这我算你罢了，这什么意思？那刘老师，你们家几口人？我们我饶你。我们家就我一个，都作死了。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，你这出是3样答案，就是。猜灯谜行吗？正儿八经就得猜灯谜。你说灯谜，你打不着。我打得着。你打不着。我打得着，你肯定打不着。我肯定打得着，你猜吧。又来了，他净这个，我干什么？你等会儿说你什么玩意儿，我就猜。哎，人说了，你说了，说什么了？没注意。啊？哎呀，咱俩刚才说话了吧？说话了。说话内容就是灯谜谜面啊。说。刚才说什么我都忘了，脑袋疼，你复习点啊！我说你打不着，我说我打得着，我说你肯定打不着，我说我肯定打得着，就猜这个，猜一种东西，什么东西这？猜呀、啊！我不费劲，太行了，甭多总说你，面子都挂不住是吧？你这脸上都不好看了。行，我公布答案吧。啊，世界上每个人到最后都得有人得死。啊，对，大正月了，不给各位添堵。哦，不说您要说我本人。哦，您继续。是若干年之后我死了啊，在我出殡那天呢，用到的那个幡儿，幡儿。我说你打不着，我说我打得着。我说你肯定打不着，他妈我肯定。这个就不能要我啊！咱已经说好先决条件了。什么先决条件？我算你罢了。嘿，来，把他说没说？这儿等着我呢，这脑子不行了，灯谜你也不行了。我这还要说出灯谜，我来一个你也猜不着。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？468句的。468句的，你行啊？我行啊，当然就是。看到了，不让那个。行，直接说，没问题。我们听这个啊，来说：千里随身不恋家。嗯。
不贪酒饭，不贪茶，水火刀枪全不怕，日落西山不见他。放屁！哎，当时很多人站在台上骂人。没有啊，我文明舞台，文明什么文明？你刚才放屁怎么回事？哎，谜底是你出吗？是我出。是我猜吗？是你猜。我猜出来谜底是放屁，怎么了？放？您说什么？谜底是屁？怎么能是屁呢？就是屁呀、啊，不是屁，就是屁，不是屁，指定是屁，不是屁，指定是屁，不是屁。不是皮，指定是。你指定你直播连了吗？你。我说，你一直在这皮。这怎么能是皮？就是皮，一句一解啊。你是个，我问你头一句啊，千里随身不恋家。你出门一千里一万里，想家不想？想啊。恋家不恋？恋呀。屁不想家。不。对不对？嗯。各位。哪位见过屁想家的？你有过？你刘哲坐火车、高铁啊，北京环站新发那个车，是得坐那车来中国演出。一千来公里吗？得了，坐在半道沈阳有一站，正好呢，门一开，一股凉气进来，他一着凉放个屁，哟，他那屁想家了，屁想家，趁着没关门，那屁下了车，有烟纸掉线，这不是回家吗？屁还认家，你上来到他们家门口还敲门呢，嘣嘣嘣，哟。他媳妇在家。嗯，谁呀？一开门，没有人。哎，嗯，味儿不对。味儿。哦，怎么了？这是我老公的屁回来了。我怎么没有这事？所以说千里随身不恋家。那不谈酒饭，不谈茶呢？你吃饭不吃？吃。喝啥不喝？喝呀。屁不吃不喝。啊？哪没见过屁吃东西？你有过呀？演出回家了。倒杯酒，炒个菜，转身拿筷子给你放一屁，哟，拿完筷子来看东西没了啊，让屁吃了，让屁吃了，不谈酒饭，不谈茶，挣着点钱不够养屁，而且水火刀枪全不怕，更好解释了，嗯，比如砍你一刀，扎你一枪，你怕吗？我都怕呀，屁不怕呀，哦，你说屁能害怕什么？这一屁，你刀砍屁，哎，不是，枪扎屁，哪有那事？火烧屁，这不像话，电击屁，拉子拉子。这一个玩意儿，水火刀枪全不怕。哦，那这日落西山不见他，干嘛日落西山？什么时候见得着？哦，哪位我相信咱都没见过屁，那谁也没见。你要见过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我怎么介绍？屁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黑的，嗯，白的，白的，蓝的，黄的，不，驼色，藕荷。行了行了，反正放一彩虹是怎么着？没事，你说形状也行啊。告诉各位，屁是圆的。圆的还是方的，见棱见角。哎呀，那多疼啊！三角的，没有棱子的，不像。谁也没见过吧？谁也没见过。哎，想看吗？啊，我能教你。您教，当师哥不白当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从哪能看见屁？是，嗯，您跟我说说。游泳池。游泳池。健身中心的游泳馆，游泳池的啊，那里边游泳啊，发现前面有一大哥游着游着站着不动，不动，你也别动，啊，盯着他，嗯，看好了，什么时候他后背，嘟，喘屁来，哇，看见了吧？那您说这玩意儿太恶心了，恶心什么呀？我们猜的合情合理，什么合情合理？根本就不对，不对，我这谜底根本就不是放屁，那谁答？你当然，什么呀？谜底是人影。人的影子，对，人影，对了，有解释的，一句一解。问你啊，问，千里随身不恋家，对，您说了，人走一千里，万里有想家的，这影子有想，不谈酒饭，不谈茶，对，人饿了吃渴了喝，这影子光跟着比划，不真吃真喝。水火刀枪却不怕，人怕刀砍枪扎，这影子有怕的吗？日落西山不见他，哎，就这句最讲理。为什么？太阳一下山，照不到人身上，这影子呀，它就没了。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太阳出来人有影子，对，太阳一落山人影子就没了，没了。月亮出来了。各位朋友，月亮地儿有影子吗？有。听见了吗？月亮地儿怎么解释？月亮有影子，月亮消灭，不是月亮不能算。不算，不算啊，不算没关系。哎，看灯上那谁脑袋？我的，别踩呀，谁脑袋？老我。灯下有影子，灯这是灯不算，月亮跟灯都不算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多不讲理。
不叫乳。他穿一个灯皮，俩不算，就不算。我那屁什么都算。您还不四句先能解释？这什么白提您那什么玩意儿？四个八句全是废话，虚字儿全是废话。真正好灯谜，好题目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一句话，言简意赅，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，那叫好题。你会吗？师哥，我真说一句话，我真怕您猜不上来。你会一句话，我就能答上来。是这话，最强大脑，最强大脑，你强多了。好嘞，啊，下去吧。我下你给谁出题啊？我你管着吗？我跟我娘那人我们商量商量，你管着吗？因为我这正你大姨子小姨子什么的，是吧？你那意思让道士给你出主意吧？太对，出主意都不怕你，我等你，一会儿叫我啊，想好题叫我。我跟您说啊，都说一场一场关系好，那是别人，就我们俩的关系一点都不好，从小到大都是他欺负我，因为他是师哥，知道吗？老话说得好，两腮无肉必定难斗。今天我就要扳回这一局，待会儿我给他出一道题，我就问他，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我跟您各位实说，根本就没这动物，他肯定得琢磨呀。他琢磨不上来，他就得问我是什么呀？我就告诉他是猪。他还得问我为什么？只要他一说出这为什么，他就是这猪。待会儿您各位配合我一下，只要他一说出这为什么，您就各位使劲鼓掌，玩命叫好，您帮我扳回这一局，行不行？各位，谢谢大伙啊，谢谢大伙，我把他叫出来啊。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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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宿舍了，找去。笑话我下去了吗？这个回宿舍的没听说过的，演完了。站，就站，你，不是你，你继续。You stop。就你，来，过来，我这眼神差点，我还逮不着你，我告诉你，这黑暗当中练人，我就拿张永玲练，我告诉你。你干嘛呢？观众，关注，你有票吗？票没在我身上。票在哪儿呢？在我媳妇儿那儿呢。你媳妇在哪儿呢？别先生，你媳妇儿跑了。媳妇儿赶紧跑。别废话，你给我上来。不是，你上来。到哪儿了？你上不上来？上。你上来，我出来去了啊！我出来，这一溜砸了谁都算你的，我告诉你。人家张可行和韩开枪。那就别上，演完了吗？你这倒不错，你没演完，你把我搁台，待会儿我怎么下去啊？差不多。什么待会儿差不多上？听，谁敢走？谁敢走？我当场我磕死在这儿！我不行。你给大伙儿多少扣？怎么了？七八个吧。七八个扣，那七千多少？你看我换衣服。七十个扣，你也得给我上来，演完了吗？你们真听啊？听。等五分钟啊，我换衣服。有您这事儿得了，那家伙跑就去。哎，看出来了吗？就这人性，看出来了吗？他不管你死活，他咔嚓就走，他一点都不管你，就这样的。我告诉您说，嘿。一个都不落，好快呀。这就是当师哥的，这穿穿脱脱就是快，脑子快，反应就快。这没有您这样，演完了就走。废话，那么多人出主意，来个难题我答不上来，多难看的。谁说的？我告诉您，刚您一下给人大伙就说出一道简单的题，让您能答得上来，咱俩脸上都过得去，不得了吗？不可能，您是这么说的吗？您问问。这么说？我就瞎讲了。我怕你出难题，我就换衣服。那不是，那既然简单题，你出吧。出题啊！我拿上来，咱下去。好，出题啊！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出题。说完了，就一句话。就一句话。哎，应该挺简单。我想想，动物爱问为什么？我哪有能说话呀？你好好想想。不知道。哪简单？这什么题呢？这不简单。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。怎么？我告诉您啊，你教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学。哎啊！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什么动物呢？是猪。猪。对。
在校内的精彩表演。